记得九年前我们在这个舞台上面许过心愿，就是希望你能够怀孕生小孩。但那个时候啊，是前夫啦。我们现在要再一次在同一个场地帮 Selina 许愿，她想要再生。一二三。我其实舍不得邀请我的朋友们来，然后我想我就没有特别的邀约大家，因为我不好意思大家舟车劳顿，我不想要大家为我站得那么辛苦这样子。老婆，我记得九年前我们在这个舞台上面许过心愿，就是希望你能够怀孕生小孩。但那个时候啊，是前夫啦。只要向宇宙许愿，愿望就会成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再一次在同一个场地帮 Selina 许愿，好不好？她想要再生。